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Y 啊，你们是谁？林子佳、林云熙还有林黛瑞，来开门了，下车了，带大家来去内埔，下车，姐姐牵手，带大家来去内埔的老人与狗的台南小南鸡腿大王，来去吃他的鸡腿饭，看会不会碰到老人与狗，我看应该是碰不到，来去吃鸡腿，来去吃他的鸡腿饭，东西有拿了吗？现在帮我看一下有再度吗？有哈，不会，走了，哎，快点，你要吃什么？车子哦，哎，我内用要排队吗？从后面排哦。要多吃饱啊，别说你们要吃什么？鸡腿饭80，鸡排。小朋友叫一个一起吃。哪里 ？Round one, ready, go。对面是内埔的什么活动中心哦？内埔国民小学，你们先去坐啊！你要吃什么跟我讲啊？你们要吃什么？鸡腿，80的一个，一起吃。你们要三个一起吃哦。
你要什么菜？随便。饭要加饭哦。内用，内用两个。内用是我，外带他们先。啊，我一个帮我加饭，一个内用的帮我加饭。加5块吗？什么加五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1、2、1、2、3呢？两个都一样，啊，两个都是鸡腿。啊，饭可以帮我浇点吗？嘿，两个鸡腿，啊，饭帮我淋湿。嘿。为什么要再炸过一次啊？没有熟。它有什么会流血？就是帮你哦，会怕，我怕很怕，豆油收汁就对了。没错。好，谢谢。会软掉。对。对，一个吗？嗯，我看一下多一点，就用它。哦，好，那我去用我的汤。证照。不要玩。
饭，是鸡腿饭，看起来不错。鸡腿还有再重新炸过，饭不够再跟我说。
块肉给他们。怪美，小小的有没有？这个比较小，去吃快点。嗯，老人来了，哎呀，爸爸，狗咪咪，咪咪。电视上看起来不一样，比较健康，比较白，还有。对啊，毛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它毛是。Thank you.
指甲的，是谁的？